所以今天呢、啊，这一尊这个大白话王金刚，刚刚念了五分钟的特别的咒语，啊，加持所有的信众，希望他有奇迹。但是你不要很快的告诉师尊说，哎，出现奇迹，因为啊，你回去哎，觉得你本来是有痛的，变成没有痛，但是再隔几个月又痛起来，那个消除啊，是永远就消除掉的。等过一阵子，哎，你发觉你本来你哪里酸痛的，回去以后，哎，好了，那么再等一个月、两个月以后，哎，确实全部都消除了，你再写这个感应的信来。我每一次这大幻化网金刚做完以后啊，经过两三个月，很多信都涌过来，说他的感应信啊，那些感应信，我有时候就登在选一部分呢、啊，放在我的书上。如果要全部全部登的话，那就是一整本书了。所以会挑几篇呢、啊，放在书上，挑几篇放在书上。啊，希望今天的这个大幻化王金刚，啊，问一下大幻化王金刚，他的法力也有80分呢、啊，80分很好啦。产生的法力有80分，当然不能100分啦、啊。100分的话，我们自己开医院就好。就用大幻化王金刚哦，不能这样子讲啊。老是讲说啊，师尊的手，这个有这个能够把这个瘤消除掉。我就到那个肿瘤科去好了，到医院的肿瘤科去，每一个摸一下顶，啊，所有的肿瘤都消失掉了。我就站在那里给人家摸顶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有80分的力量，